大家好，我是吴一米。这期分享杨公点孙中山先祖孙禅墓，先人作战行。孙禅墓始建于唐末，在明清时期多次维修，最近的一次重修是80年代后期。在孙中山先生诞生120周年，由当地政府重修的。墓前辟有平台，立有3块墓碑，正中主碑书“唐赐封东平侯孙禅墓”9个大字，左侧刻有“重修唐故东平侯孙禅墓记”，右侧碑刻苏东坡的东平侯像赞。墓地形犹如太师椅一张和仙人坐战形。墓众多风水行家认为有金戈铁马、气吞万里之势，又称之为将军策马行，立紫山5像。公元885年，唐僖宗派百胜将军孙禅和都监仆策威带兵南下，进驻乾化，名为清剿乱金旧部，暗中实为寻找杨公追剿晋中秘书旧干府志云。杨时得府县卢光筹因助剿回秘书，便可平安无事。因时逢乱世，普都监愧得秘书之术，引杨公与孙禅结交，逐为好友。得杨公在梅江江畔捕得阴阳宅穴各一处，就决意卸甲归田。普都监也时光归隐，今言秘书之术。茶光来龙，龙出后方主山，风腰过峡，蜿蜒伸展，秀丽开屏，有序起伏，父母山层层摸晃。亥龙风腰过峡转更猛，更龙起顶，中抽出脉，更至入手，血立紫山5像。在孙禅墓前环顾四周，左右龙虎环抱，旗鼓刀剑齐拱。前朝白虎鲨转印星作案，举案齐眉，正当合适，血前七水由右倒左流，流至左鲨抱回出眉江，眉江由左流右。内明潭右消纳卫生训水过潭，水出自卫，资至行水流入眉江。前有镇印心县5方，左显为暗，溪水为之水行水要印而过。如杨公云，印浮水面，换夫岂有文章，时印江湖水面浮，富贵出公侯，福音后人主文贵善之贵。观内坛左右，左沙为其形，伸出回报，右沙白虎起伏作骨，顺势再斩印心抱回作案。前线万山朝拜之势，如起浪奔腾，
三个十三特显中间，犹如带甲将军冲刺前方。萧那座以诚信自封，右前身方耸现大旗山。外坛左前方有梅江，曾九曲水环绕过坛。外明坛为巽方，大江河水来，出丙口，此为福音五贵用神。依上述理论，均和阳宫风水理论。孙禅为孙中山先生的世祖，在唐以前居住陈留，为中原氏族，自唐僖宗皇朝变乱，其原主长公持以领兵堵御之故，迁居江西宁都，立五代子孙，子孙请多，散布于赣南、闽南等地。元明之际，国父之入粤辞祖游松公在福建长汀和田迁居入广东，转至广东增城后，至香山翠坑乡。孙中山是孙禅的三十五代子孙。本次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喜欢请订阅、关注、分享。